书记七章二十二节，因为按照我里面的人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自己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自己中犯罪的律。这里面是二十二节，是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这个意思原文不叫意思啊，按照我里面的什么？人，里面有没有人？有。没有人，里面要没有人，证明你没重生；里面有人的，证明你重生。这个人是谁？耶稣基督，这个从神生的这个人，按照我里面那个人，我是喜欢神的律。哪个人喜欢神的律？基督心中但我身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。你看黑板啊，看这个地方啊，按照我里面的人，我是喜欢谁的律？但我自己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。这个人把这个人掳去，叫我服从什么？这个肉体肢体中犯罪的律。哪个肢体呢？这是亚当的肢体，这是基督的肢体，叫里面这个服从外面的，叫小的服从大的，想要雅各服从以扫，想要大卫王服从扫罗王，是不是？想要以撒服从谁呢？以示玛利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他犯罪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我觉得知己中另有一个律，和我心中的律交战。他俩是什么关系呢？交战的关系，仇敌的关系，对敌对的关系。你现在把他俩往一起合行吗？不行。从人生的和从神生，他俩是敌对关系，你往一块合行吗？不行。日本鬼杀了很多中国人，想方设法把日本人和中国人往一块合行吗？不行。啊，你抓一只狼，上山上弄一只狼和羊给它合在一起去了，硬合，行不行呢？行。你说狼也长毛，羊也长毛，凡是长毛的东西圈在一起就行呗，凡都长毛嘛。长毛和长毛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只要长毛，那有几个像你撒似的？只要长毛就给祝福啊？啊？有几个像你撒是因为瞎眼了。到老年老的时候眼瞎了，老眼昏花的，对不对？眼睛一点看不见了，所以他给祝福了。那你今天能随便的，只要长毛的，羊也长毛，狼也长毛，也不看看狼毛是啥毛，羊毛是啥样的，就往一起混，行不行呢？不行。他俩是敌我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有几大仇敌？有。几大仇敌？三大仇敌。哪？老我，还有撒旦，世界。那你把仇敌和他俩往一块合，你干神干不干？你愿意神愿不愿意？愿意。有多少人把这两个人往一块合，要这个行善换取这个得救，让仇敌行善换取里面的灵魂得救，有没有？有。这人根本就没明白救恩，一点都没明白。可以用一句最不好听的话，根本就没重生，百分之百里面没重生。把这两个人合在一起，表明他没重生。不是在这里说绝对的话，这人根本就没重生。你怎么跟他讲，他也讲不开。你说他重生了没？没有，根本就没重生。他把狼和羊往一起混，新酒和旧皮带往一起装，法利赛人这么干的。新布和旧衣服往一块补，麦子和麦子往一起混，行吗？不行。这个人是我的仇敌，他和我交战，按照我里面那个人，
我是喜欢谁的绿？上帝的绿。当我自己中又另有绿和我心中的绿交战，把我掳去，这个人把这个人掳去，叫这个人服从他肢体中犯罪的罪犯的绿。掳是什么意思？用枪破的。掳哪个掳？这个奴啊，奴是什么意思啊？俘虏吗？俘虏肯定是敌我方面，比如说日本鬼和中和那个和什么，和中国人。中国人要把日本鬼掳来了，证明中国人和日本鬼是敌对面关系，打仗了，他俩打仗了，谁把谁掳去了，是不是？打仗一方得胜了，就把另一方掳了。俘虏了，是不是？那现在我把仇敌和我往一起混，行不行？我属圣灵，我不属肉体。这是我，这是圣灵。我属圣灵，我不属我。你能看清楚吗？能。你别把我和我合在一起去，你要把我和圣灵合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好。这就叫不属肉体啊！属肉体的人经常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，灵和肉往起往起扯，往起拉。你肉才能活多长时间？你灵能活出多长时间？灵能活到永远啊！你灵是永恒不变的，你肉过一段时间就几十年就没有了。你把它往一起合，它是属土的，它是属灵的，你给合在一起行吗？行。那傻瓜才那么干的，缺心眼的人。你只要真正明白了，肉灵他俩不能往一起合的，这是天上地上之差呀！你给合在一起行不行呀？神一直在叫你分，分开，把以撒、以实玛利赶出去，以撒和以实玛利就分开了，是不是？把扫罗王的王废掉，大卫王就可以做王了，是不是分开了？是。把光明和黑暗分开，上水和下水分开，叫不叫你分？分了。旧人要脱掉，新人要穿上，分没分？死的要埋葬，活的要升天，对不对？对。叫你分开，那你不给分，往一块合是啥意思呢？有多少人这么往一块合呀？就像这个人做好事，天天强调弟兄姊妹，你们要行善积德呀。叫哪个行善？他要能行善，还能埋葬呢吗？他要行能行善，还有与基督同死吗？还要罪身灭绝吗？啊？还要地上帐篷还要拆毁吗？他要能行善，还用耶稣基督住在你心里帮你活着吗？替你活着吗？他能行善，不用基督活着了，他就能行善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这道理简不简单呢？简单。你看就这么简单，有人就给忽略了。他要好，还用基督吗？救他吗？他要好就他自己就自救了，他不好，所以主要救灵不救肉，救灵不救肉，肉体和肉体先行定死架，不是救赎罪祭是给心灵献的，不是给肉献的，肉体连肉体的先行死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，使罪身灭绝呀，不再做罪使奴仆啊，对不对呀？对。他不让灭绝，留着，留着干什么？行善，行善，一行没行出来，行没行出来，犯罪了，还我犯罪，以后犯罪怎么办？你说你气不气呢？谁让他行善的呢？他自己要靠肉体行善，不让，不脱这个，不穿这个，还要肉体用肉体大肉块去行善的，没行出来，还问犯罪了怎么办？你生不生气？你明白的，只要明白的人，你生不生气？生气，是不是啊？手里拿个大炸弹，马上要炸了，炸了，妈妈叫扔掉，扔掉，不扔，不扔，那炸了怎么办？那炸弹要炸了怎么办？是不是啊？你说气不气人吗？炸死活该！又跟我在那面前，炸死活该！明明这炸弹还有机会扔掉，为什么不扔呢？明明这肉体应当罪身灭绝，为什么不灭呢？就借着信心灭绝就可以了。
耶稣死了你就当成我死了，这就是死了。谁死了？我死了。谁在锅上？你这样的信的他才能长的，不要用肉眼看，要用信心相信他死了，这个正在活呢，正在长呢。当你相信他死的时候，现在活着就不是他，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里面的什么就渐渐长，长就显明出来，超乎你所求所想的，是不是啊？是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最后你会发现，基督在你身上显现了，显明出来了。道在肉身中显现了，道成肉身的主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，这是正式见到他的荣光了，就是谁的荣光？父独生子的荣光，好不好？ 好， 不是这么信的，你靠肉体一个人来那使劲加工，你加工到耶稣基督来，耶稣说你在这怎么没穿什么礼服呢？没穿礼服就坐在那个宴席上，最后来把他拉出去揪出去洗，完了把他手脚捆起来扔在外面，就什么哎不结实，你说你惨不惨吧？惨透顶了。你好不容易信回耶稣，给手脚捆起来扔在外面哎不结实，惨不惨？所以都安主安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。什么叫遵行我天父？昨天我给你讲什么叫遵行天父旨意的这原本是神的旨意，以后我会讲专题讲遵行天父旨意。什么叫遵行天父旨意？他让你这个人活，这个人死，不叫他行善，叫他行善，你没有。你要哪个行善？另外一个行善。你说他的明明知道他没有良善，他天天你都显出有人天天要行善，要行善，天天都作恶，天天晚上认罪，证明这个人善不善？善不善？那怎么还是要他活着呢？怎么还用这个肉体使劲努力活着，咬着牙活着，跺着脚活着，你说使劲活？我们活出来。事实已经告诉你，他有没有良善？没有。事实善于雄辩，对不对？事实已经告诉你，这个人没有良善，良善只有这个人是良善，要把他长起来，你得为这个，不能为他，不能叫他长大呀，是不是啊？他衰微他兴旺啊，是不是？他死他活呀，他被拆他被建，地上帐篷说拆毁了就必在神所造的，外体毁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，这经文多的是啊。啊，罪神要灭绝你得留着他，你说别灭绝啊，灭绝就完了，那神的殿能灭绝吗？你说这人属肉体的属灵的？属肉体的。所以一个人属肉体属灵的，一说话就能听出来，能不能听出来？能。里面没有神的灵，一说话就能听出来。昨天前天讲，有的弟兄怎么还那脸还，这个脸。今天有的弟兄怎么那脸就这块肉往上去了，这嘴角往上去，是不是？人那个嘴角，你看那个那笑的嘴角是朝上，笑的嘴角那眼睛啊，是不是？那眼睛是什么型？那眼睛什么型？人笑那眼睛什么型？那嘴角往上，人难受那个嘴角是什么？朝下。是不是、啊、被捆的没有自由？是不是、啊、他的嘴都往下耷了，往下使劲儿，是不是、啊、真正要得到救恩的人他马上了，那都开瓣乐的都开花了，是不是、啊、像那鲜花似的啪就放绽放了，你里边心里都高兴，是不是、啊、对对不对？他往上去的，对不对？嘴都往上去，高兴。眼大一眼小，不得便宜就动不了。对
对不对呀？你要高兴，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常常喜乐，这喜就把它显得出来。他死太苦，他死了才心甘情愿高兴，对不对？这死他也愿意了，死就死了，现在反正活着不再是我了，谁活着？基督就在我里活，所以他就高兴，乐得不得了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。从哪里出来？从罪里出来，从律法里出来，从肉体出来，从撒旦权下出来，从黑暗的权势下出来。从没从肉体里出来？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就高兴，是不是？越讲你心里越开花。你要往肉体里讲，越往这里越讲，叫这个行善行善，越讲你越苦，没劲儿，完了，没指望了。这信耶稣不跟信和尚老和尚一样吗？和尚怎么修炼，那信耶稣也怎么修炼？庙里都讲和尚在庙里都他都讲修炼，你以为他不讲修炼？靠什么修炼？靠悔改洗礼修炼。我们今天不是讲修炼，而是讲信心。他没死，把他信死。你要有信心，把他信死，在上帝眼里看。他就死了，是不是啊？他已经死了，活着的不再是我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两个经就是两个人交战，他俩是敌我关系，不能把他俩混到一起去，好不好？好，咱们看啊。我觉得有个律，第二十三节，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个律，下面说。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。下面你是苦啊，是不苦？一开始没明白这个理的时候，是不是苦啊？苦完了就笑，先苦后乐。我真是苦啊，保罗都苦。他苦在哪里头？心里想行善，肉体行不出来，两个人正在敌对。利百加怀以撒和利百加怀以扫和雅各子说，若是这样我还活着吗？苦不苦？他俩在母腹里就开始蹬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他俩一个以扫一个雅各在母腹里就开始踹起来了，就打就蹬起来了，蹬没蹬？你看那经文就那么蹬的，你看一下创世纪。创世纪，我们看第二十五章，这利百这那个不是那个利百加，我说利百加，这个是那个利百加啊，利百加是利百加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，我们看第二十一节啊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，就为他祈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，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，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。他就说，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？他就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比大于那族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看不看？这讲两个人呢，就讲这两个人。我们知道利百加怀孕了，她不是一开始不生育，后来一期的怀孕了，怀孕里面就双胞胎的。现在你是不是双胞胎？是的。大的欺负小的，是不是？他俩在母腹里就开始相争，所以利百加难不难过？难过。苦不苦？苦。我要是这样，我还活着吗？啊！最后告诉他，他说两族必，这是属土的属地的族，这属天的族，是不是？两国，这是属地的国，这是属天的国，必要从你腹内，对不对？对。这说就是这个心就两个人，两个族类。这人必将来这国必强于那国，在后的必强于在先的，是不是？好，回到罗马书第七章，罗马书第七章
第二十四节，我真是苦啊！你看看，你以为光李百家怀孕吗？你怀没怀孕？怀孕啊！怎么怀孕的？忘词吗？今天不管男女的，只要坐在这里都能怀孕。怎么怀孕？属灵的怀孕呢，还是属肉体的怀孕？属灵的怀孕。这一怀上他，他俩就开始争起来，是不是？这一争就难不难受？难受。往下看啊，很难受的。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保罗是要脱离，是不是？好了，现在就有一种脱离的心，恨恶自己生命，是吧？爱惜自己生命，爱惜谁？神的生命。下面要脱离啊。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就脱离了，是不是啊？接受基督的更新，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，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吗？来看啊，看黑板，你别往你那下面看，我下面没有啥看。谁能救我？我真是苦啊！哪个苦？心苦。我真是苦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保罗现在肉体作恶，心灵行善，心里愿意善，肉体没做出来，就是他们平时说我又犯罪了。保罗在这里是洗一顿呢，还是认一顿？查一查罪，肉体没行出来，是在洗罪查罪呀，还是在我真是苦啊？谁能救我脱？是要脱离，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，脱离罪呀？还是认认罪，给他认认罪，然后查一查罪，完了求主的宝血厚厚涂一涂这个人。脱离，主啊，你用你的宝血厚厚涂一涂这老旧人。这老旧人不能行善，涂一涂干什么？他就要挖坑埋起来的东西，你还洗一洗吗？你这衣服破了又旧了，买一件新衣服过来，这件衣服就得什么？脱掉了，脱掉是目的是什么？穿上新衣，穿上新衣，把这脱掉完了之后放在方便袋里头，扔了，是不是？扔到垃圾桶里头，然后你又从垃圾桶拔过来了，把这衣服又穿上了，穿上已经穿上新衣服，把这个衣服穿在外面，能好也不能好。今天这样穿的人多不多？多。我就怀疑他穿不穿新衣服呢？他就要穿这个人。就要穿这个人，就把这个人穿上，是不是啊？是。这里面保罗说：“谁能救我脱离？”保罗要脱离，他要用耶稣认认罪，用耶稣基督的血洗一洗，洗哪个？洗救人去。洗救人，救人还用因罪而死吗？受洗这个洗不是洗净了的洗。而是把它埋葬了，不要了，是我的肉体最深叫它灭绝这个洗。神儿子借着重生的洗，他的灵住进我心里，这个洗是洗净了我的心的洗。重生的洗，水洗，这个洗是最深灭绝的洗，是叫它灭绝。保罗要脱离，要灭绝，你要给用血洗一洗，错没错？耶稣的血是洗心呐，是洗肉。心，你给洗肉了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得说明一下你要干什么。100%的教会是不是拿耶稣血洗肉啊？是。我的肉体又犯罪了，洗一洗嘛。还是你就说基督徒吧，犯不犯罪？你看交通都说肯定这么说。你说基督徒犯不犯？什么叫基督徒？他没明白基督徒这几个字啊，很多人都明白基督徒是效法，第一肉体效法基督的死，心灵效法基督活，是效法的意思。学习跟老师学习，老师肉体死了，我肉体也死了，老师肉体埋葬了，我肉体也埋葬了，老师呢心灵复活了，我也跟他一同复活，这叫基督徒。基督徒是效法基督的，你就说基督徒不犯罪了，甚至有人告诉你操练什么基督徒成为门徒，你这有没有？你们那天我都简直了，跟那大牌上写着操练信徒成为门徒，往回操练，
我就指给他，我说错误，这不是操练基督徒成为吗？那不怎么往回操练的呢？操练什么？基督徒成为门徒。后来我给他查一段经，我说你看，他连看懂了。我他看完，关灯打开，下回还操练，训练门徒，训练什么呢？把基督徒往回训练成门徒。对不对？对。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。第26节，我们就看这一节经文就行。找着了，就带他回安提阿去。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，和教会一同聚集，教训了许多人。再往下看，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安提阿七首。门徒从前叫门徒，现在叫什么？基督徒，他把基督徒往回训练，往哪去了？成门徒。什么叫门徒？法利赛人教门的，分人党教门的，撒都该教门的，凡跟随耶稣，这都叫门徒。还有耶稣基督跟从耶稣的，还有跟从约翰的，跟从法利赛的，跟从撒都该的，这些都叫门徒。门徒不一定真正的接受耶稣，只是跟从耶稣在后面走。最后呢，耶稣从真正的明白救恩的正式成为什么？基督徒。剩下都叫门徒啊。好，我把基督徒往回训练成什么门徒？把大学生往回训练成小学生。傻不傻？缺不缺心眼啊？缺不缺心眼？缺。这是不是缺心眼啊？这里面说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。你看现在教会不就完了吗？他们也不看圣经啊，他们就看教义，看这教义那教义，全是人编出来的教义，根本就离谱啊，离开圣经。门徒能往回去了，那个基督徒能往回去了吗？往回去了，去了成门徒行不行？该约翰的门徒还是约翰的门徒，该法利赛人门徒再往回去了，跟耶稣的你往回去了，去了，你现在跟从耶稣，真信耶稣不行，往回去了，不是？你重生再回去，我不能重生，是不是？得救了再灭亡，往回去了，还有人要平衡，还有人要平衡，还有人要往回去了，你说先教会就这些守着这些人能好吗？他要什么？平衡。怎么平衡？你问他怎么平衡，他不说。是这个横吗？哪个横啊？这个平衡，他要平衡一下。他平衡什么？他说旧约与新约平衡。肉和灵得平衡，神的义和人的义平衡，撒旦和基督平衡，前约和旧约平衡，他要这个平衡，他这么平衡。所以现在很多的讲平衡道，中国现在就是去年和前年这一段时间，有一个最有名望的人跟我走了半年多，最后要平衡道。他说你这么讲不对呀、啊，你讲把肉和灵分开了，我们用什么侍奉神呢？耶稣说信侍奉神用心灵侍奉神，我分开的是用信心分开的，对不对？耶稣说你们已经死了，我是不是用信心接受我已经死了？保罗说我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不是我活着，我必须用信心相信不是我活着，乃是用信心相信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对不对？对。他要平衡的不对，那得肉活着，这肉就是中性的，是神的殿，最后就要平衡到这一平衡，最后完了，不跟我走了，不跟我走，最后去给别人赶鬼，一下鬼附在他身上去，鬼从那个被鬼附在那八条大腿上，他帮咬那朝天道，他要说平衡到不跟我走了吗？而且大肆的攻击这个道，一下倒电，砰就脑袋勺就磕在地上，好几天缓过来，开车跑。叫他儿子开车拉着他跑，这是很有名望的人，
最后你我就知道是谁，都是河南那边的。跑在高速公路上，人家的卡车在前面，他搁后面啪的就对上，搁这地方就断了。大伯金这个地方就断了。后来这全身都是麻木的，都是不是麻木的，就没有知觉，就脖子上这有知觉。后来说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被撒旦迷惑了，我不应当抵挡这道了。前面给他好几次机会他都没抓住，好几次机会跟山东的孙弟兄交通说还是我错了。一开始说难道真的我错了吗，先换话给自己，现在的错误问了好几个好几个答应好几个问，那真是我错了还是王一浩错了呢？你看跟我走的接受这道的反反盘的没有一个好下场，翻盘转了，他不是没接受，不是起初没接受，他已经接受了，而且特别有名望，对整个教会中华大地的教会都很有名望的。他要一破坏这个道有 特大的破坏力，他要宣传也有宣传力，一破坏也有破坏力，上帝拿下，我让你破坏给你拿下。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是稀奇的，真的这是真事，我不撒谎，真是这么回事。到时候把我一开始把我领他领我去那个教会聚会点，再一次通知他们不要接待王一浩，王一浩不是讲的不是真道啊，打电话。后来人家说既然不是真道你为什么领到我们这里来，还是你错了，人家都领受真道了，他硬打电话人家都不接待他了，最后照样接待我。很多这个教会他这么一整更加蓬勃的发展，山东的河南的是不是啊，这些教会聚会点发展的特别特别快，迅速的加增。现在很多的聚会点，现在我这一次从你们这走完了，我上北京还有几个站点完事了，完了我再去黑龙江，你们那都等着我呢。因为在网络上他们就听到，人已经听明白，这些弟兄姊妹已经听明白，谁想诱惑也诱惑不了了。假如你今天听了半节，我就讲半节，你平时也不来，后来你就来了，我正好讲个尾巴你就来了，一进屋一听，哎呦这不对，跑了出去去宣扬去了，这讲的不对呀，你全盘听了吗？弟兄姊妹，我这几天讲的是圣经以内的话，是圣经以外的话？圣经以内的话是照着人间遗传讲，还是照着圣经启示的真理讲？这明明就这么摆着，那话就那么说的，我也没有编，也没有加添，也没有减少，是不是啊？任何人今天想拦阻这个道都拦阻不了了，就是螳臂挡车，螳螂用自己的那个戈壁来挡车，那就是粉身碎骨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一定没有好下场的。凡是只要是在这个道上，我还有好几个人呢，也是抵挡这个道，最后结果都不是都很惨的。因为这个道不是出于人的，如果出于人的可以随便挡，你因为你抵挡的人是人，这是抵挡，是直接抵挡神的，他就不想叫你明白。你看这个肉与灵分开是他们讲过吗？你们从前听到他们讲过吗？没有，他们根本不给你分开啊！肉与灵交战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他光知道俩律，就是很含糊的就给讲出来，没把心就两个人给分得清清楚楚，灵人和肉人分得清清楚楚，你说你咋信吧，你怎么信都不行，你怎么信他没讲明白呀。所以弟兄姊妹感觉到难，感觉到越信越感觉到没有劲儿。保罗在这里的时候他挣扎呀，他没有用耶稣的血洗一洗，我肉体作恶了没有洗一洗，因为作恶了他就因罪而死，对不对？这合乎他吗？这是十字架强盗的信仰。十字架强盗怎么信的？我肉体因做了杀人所做的和定十字架这件事是相称的。最后说耶稣啊，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，耶稣说今日你要与我在乐园里头，耶稣说今日你要与我在乐园，是指肉是指灵，对不对啊？对。
石家墙上有没有在那倒空认清有耶稣宝血厚厚的图啊？有没有？有。是你在那醒察，使劲醒察，醒察在哪犯过罪了？你发没发现，凡是叫你醒察这群人，他们都不认真的看圣经，很含糊的看圣经。我们今天要不要好好的、详细的、仔细的查看圣经啊？看这道是与不是，是从神来的，驳不倒的理；不是从神来的，一驳就倒。你信不信呢？那些个老祖宗遗传的，没有一次跟我交通，他没被我驳倒。驳倒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我也知道你讲的对，你信你的，我信你，我保持我们的信仰，你们保持你们的信仰，最后就这么结束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他感觉到自己已经讲错了，讲错了，但不能接待你的，要接待你的呢，证明我讲错了，所以他的脸面下不去，是不是？你外来你讲对了，我也不能接待，我得保持我这脸面呢、啊。为了脸面不要真道，有没有这样人？有。这叫死要面子活什么？活受罪的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最后他就受罪上地狱里受罪去了。好，往下看啊。24节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这我是哪个我？心我脱离这取死的老我呢？这身体呢？是不是要脱离呀、啊？是脱离对呀、啊，还是给他洗一洗对？脱离对。脱离这老我对呀、啊，还是给老我洗一洗对？脱离对。保证这个老我作恶了、犯罪了，是不是？脱离他对，这个人脱离这个人对，还是要给这老我洗一洗？不管他了，给他洗一洗。这人根本就没分开的。相反，把这个歪理邪说当成一种洗的老我、洗的救人，当成是正理的，当成是真理的，到处在传，到处在教导弟兄姊妹，把这个错误道理教导弟兄姊妹。你听完了，你会什么感觉？现在你听完我跟你讲，你再听他们这么讲，就讲洗一洗，用耶稣宝血认一认罪，给这老我，你会什么感觉？难受。除非今天你没听进去。你只要听进去，他给这个用耶稣宝血、清白耶稣血去洗一洗这个人，洗一洗这老我，厚厚的涂一涂他，醒察醒察，涂一涂他，把他洗干净了。洗干净这老我，他也是老我。洗他干什么？马桶的怎么洗完了？他是马桶的，臭，对不对？马桶洗完了，给你家装满东西，干不干？洗净了又洗一净，左一次右一次洗，洗干干净净放你家的锅台上，说留给你家装馒头吧。要不要？要。这肉体洗干净了干什么？要做贵重器皿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要做贵重器皿？贵重器皿是里边的，是外边的？里面的。这永远是卑贱的器皿，它永远不能成为贵重的器皿，因为它是属土的，是不是？那属土的东西怎么加工也不能变成金子，那金子不用加工也是金子。是，贵重的就是贵重的，贵重在哪里都是贵重的，在土里，在大粪堆里刨出来一个金条，是不是贵重的？是的。刨出一件破衣服，一件脏衣服，你能不能留着？要。刨出一个金条，你要不要？要。贵不贵重？贵重。还是贵重的。你拿水把它洗一洗，还是贵重的，对不对？这老旧人你怎么给他洗也是卑贱的。猪洗净了回去再什么？我猪狗吐出来回去再什么？再吃。再吃。这个旧人的生命就跟那猪和狗一模一样的。是。唯独这个生命圣洁，无有瑕疵，从神生的，从灵生的，从真道生的，好不好啊？好。你有哪个？保罗要脱离他，你要不要脱离？要。怎么脱离？信死。他要脱离，保罗要脱离。现在有许多人不要脱离，要洗一洗，要给他认认罪，洗一洗。洗完了就以为没有罪了，就洗外面，洗净杯盘的外面，受法律在人。对，是。里面确实装满了各样的勒索和洗和污秽的。里面没洗净，我们洗的是一次就把里面洗净了，外面这个是脱，里面洗外面脱，它是什么呢？外面洗里面不管了，是不是啊？
洗哪儿？洗肉，洗肉不洗不管灵了。现在多少强调肉不强调灵，洗肉不洗灵了，是不是？洗我露出来那个，是不是？洗我的东西，这是一个带盖的马桶了，这带盖的，这带盖的马桶了，完了再个马桶了，这是敞口的马桶了，没带盖了，这是个带盖的。这马桶装的是什么？粪。粪。这马桶里装什么？也是粪。也是粪。哪个马桶好？哪个马桶？一个带盖的，一个不带盖的，哪个好？一样臭吗？有人说这带盖的好啊。带盖的。带盖的给你拿几年家具，行不行？要不要？不要。好，带盖马桶的说，你看，流出来一点儿。拿什么一些什么弄水那个擦一擦擦一擦，里面还是什么再流出一点儿，再擦擦是不是、啊、然后就论断他说，你瞅你这马桶，你看咱这马桶干干净净的，哪干净问他，就论断他说，你看你那马桶子天天那个盖臭人家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我问弟兄姊妹，现在这马桶子是谁？是自己的。以色列那些假冒伪善的人，是不是啊？这马桶是谁？外邦人。这两部分人，是不是啊？一个是敞盖的，谁都能知道，谁都能看见里边就是大粪，一个是扣盖的，看不见里边大粪，但经常往外流，流一流就擦一擦，就以为是干净的，干净不干净呢？都一样的脏，对不 对？他俩都是马桶的，只是一个外邦人，一个是以色列，一个假冒伪善的。现在有多少人把盖扣得严严的，使劲抠，伪装，在外面我说我就干净了。但你这还是个马桶子，你没换成贵重的器皿，是不是？对，你怎么洗都是肮脏的。这就耶稣说，光洗净了外面，里面还有肮脏污秽的东西，是不是？谁？没有换器皿，就这一个器皿，在一个器皿加工，就加工这马桶的，就加工这个人，能好吗？不能好，一辈子都不太好。这样你就记住，这样的教会一辈子都不会再好的，因为他没明白救恩。他就在一个人里活，使劲活，努力的活，最后呢，就擦擦外面，就这一个，里面没有另外一个生命。上帝今天是要叫你原来这个马桶做贵重的器皿，洗净了做贵重器皿，还是要给你换一个器皿？换一个器皿，把基督拆到你心里去，把基督身体赐给你，把基督的血赐给你。所以耶稣说，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不吃我肉不喝我血的人没有永生。基督拆进我心里，身体就是我的属灵的身体，血液就是我的血液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咱们看啊，保罗在这里提到脱掉虚实的身体，谁能救我脱离？脱是脱下去，离是走开的意思，这是两个词合在一起。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？要这个人脱离这个身体，对不对？对。脱，是不是？我们看呢 ，F 啊，圣灵更新，要基督在我里面活，是不是？是。圣灵更新的过程是什么？脱旧人，穿新人，脱旧人。穿新人，不脱能不能穿？罪死一活，脱旧人穿新人，这是保罗提出来，并且是圣灵借着保罗的口来默示出来的话。
要脱要穿，而现在不脱，就这个人在这活着，就使劲活活两扇。啊，你看不都这么活吗？全天下的教会不是一个教会，整个普世的教会都是这个人在这活，使劲活，脱旧人，穿新人，是不是啊？穿上新人，接受基督在更新，基督在我里面活，脱旧人，穿新人。是不是啊？脱旧人穿新人，对不对？对。罪身灭绝，义身活。对。我们看啊，罪身灭绝，义身在活。我的身体灭绝，他的身体在活，一身灵身在活，基督那个身体就是灵身体，可是他在活。那这样呢，我就对自己就产生要脱，我就对自己产生一种恨恶的心。一发现自己这个肉体里没有良善，对自己就产生恨恶的心。感谢神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，也能离开了。这样我以什么顺服神的律？啊，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以什么？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以什么顺服？肉身顺服罪的律。肉身顺服罪的律，这两个律，肉身顺服罪的律，以至于死，这样我就接受洗礼的死啊，接受洗礼，是吧？洗礼第一点，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，归入。基督的死，归入基督的死，这死是像什么死？像罪死。第一点，必须先像罪死，是不是啊？罪是灭绝，我像罪死，我若不死，罪永远在我身上起功效，因为。我必须他死了就等于我死了，但我今天信心不足就借着洗礼，是不是啊？我没看到耶稣怎么死的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死的，这样把我用借着洗礼就这个形式，借着洗礼这种形式把我带进耶稣基督定十字架那个时候，就把我带进那个耶稣基督定十字架那个身临其境，就带到那个身临其境中间，叫我相信今天我对洗礼不是洗礼，而是跟基督同死，归入基督的死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是归入基督的死，罪身灭绝，好不再做罪之奴仆。第一点是向我看是死的。我先这个罪身先灭绝，向我看是死的。好，看罗马书第六章，向罪看是死的，向我看是死的，向罪看是死的，向律法看是死的，这几个死啊，向世界看是死的，向撒旦看是死的，向黑暗权势看我是死的，向这几个权势，我死没死？死。我向他们看宣布我已经死了，你管不着我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咱们先看啊，三节，第六章第三节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归入谁的死？归入基督的死，归入基督的死，别你自己死啊！要想归入基督的死，基督离现在多长时间？两千多年。啊，两千多年，两千多年，我根本就没有看见耶稣怎么死。我想归入他的死，就不能亲自去进到他那个时代中间，用肉体无法进入到时代中间，那我就得凭什么？信心。用信心进入到耶稣基督那个时代，我用什么呢？基督死就没死。好，基督在哪儿啊？基督是在公园，是不是啊？公园。我在哪儿啊？我在这里。那我得往回返。
反到历史中间，用什么反呢？信心。用信心回到历史中间，用灵回到历史中间，不用肉，肉回不去呢，是不是？肉现在这个时代，我肉现在，它受时间限制，受空间限制，是不是？受物质界的限制，我的肉受很多的限制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想越过历史，回到小的时候，能不能回去？回不去。我就得用回忆的方法，对不对？我就得用回忆，怎么回忆？我小时候，比如说十五岁的时候，我回忆我十五岁的时候是干什么的，我那时候是什么样子的，我在玩耍玩什么东西，我都在想。思想，用回忆，用思想回到历史中间，耶稣钉十字架那个时候，把耶稣钉十字架那个在死在十字架的那个情形，用信心接受进来。哦，他在十字架挂着，虽然是已经过去了，已经做成了，是为我死的。他既然是为我死的，他就是我的替身，那我就相信那个时候他的死就是我的死，我的救人，我的肉体，连肉体的邪情私欲，救人，连救人的行为，都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。用这种方法回到历史中间，用什么回去？用灵回。用什么来接受耶稣钉十字架？用信接受。用灵回去，用信接受，好不好？接受什么呢？接受什么？接受耶稣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接受这句话。好，我们先看一段经文，先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。第五章十四节，照看，我们可以一同来读这段经文。哥林多以后书第五章十四节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为我们想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他替众人死，是叫凡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你看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为我们想，是叫你用什么方法呢？用想的方法，用思想，用想的方法，因为我们想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你死没死呢？死了。比如说半死半活，你告诉他，来，你把半死半活这句话拿过来，在哪一卷书，在哪一章节里头说半死半活这句话，拿出给我看看。那传道人那个嘴，他不是主的嘴，随便就说话，半死半活，有没有信半死半活的？没有。有没有？有。他说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那我向我自己看是什么？死了。我死没死？死了。一人既替众人死，那我也死了。我在什么上死了呢？罪上死了。在罪上已死。我死了。一人，一个人就是耶稣，既替众人就是指全世界的人死了。那么众人就都在他的死上有份了。世界死没死？世界死了。死了，都钉十字架了。你凭肉眼看世界还存在呢？你凭肉眼看我的肉体还存在没死啊？那现在要你凭肉眼看，是叫你凭信心。信心。你先想，因为我们想，一人集体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。先让你想，集体众人死，紧接着他说这句话就叫你信。一人集体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你信不信？信。信啊，信在你身上成立了，成就了，耶稣做成的救恩在你身上成了，你死了，信不信？信。你已经埋葬了，信不信？信。你已经罪神灭绝了，信不信？信。就这么简单。什么叫信呢？没死了才信死了，这叫信。等死了帮倒地上再信死了还叫信吗？不叫。就是说那哪死了，这不还在这活着，那我死了吃饭谁死的，睡觉给谁睡的啊，做活给谁做的，结婚给谁结的。你看这个人，这个人是凭眼见啊，是
一人进去众人死，是叫你想进，你借着信相信，我们信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，是借着信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现在在不在信上建立？我死没死？死了。向我看是死的，这个信息。好，再看啊，第六章，归入基督的死何等的关键？归入他的死，归入他的死是。岂是吧？岂不知我们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归入他的死吗？归入他的死，好，归入他的死，因为他是我的替身，归入他的死，我就把他上十字架那个形状看成是我的形状，他是我的替身，他一定是我。我把基督道成肉身，那个肉身看着那个最深的形状，看着是我这最深的形状，好不好？好。他死就是我死，你别把他死了我没死啊，按照主观说他死了，客观说我还没死呢。他死了你就直接接受他了，我死了，他死了不是他死，是我死了，这么想行不行？行。因为他那最深的形状是我的形状，他是我的替身，他死了就等于我死了，行不行？行。能不能这么信？能。如果你不是这么信，你的信仰一定有问题的。你要不死，那就靠这个肉体成全。我现在要把他信死，上帝的是叫今天指示你，叫你遵循他的旨意，就是把他信死，好像你遵循他的旨意一样。你要不把他信死，你说这个人不活，这个人能遵循他的旨意吗？你要不能，不能的。行不行？行。你只要是主的孩子，我这么一说，你肯定能，你肯定能接受，你肯定能相信。因为我也没说我自己的话呀。那圣经就这么说：“一人进去，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”都死了吗？都死了。那我在不在内？在。既然我在内，我死没死？死了。向我开始死的。我死了，我活了，他死了，他不是我，他活了，这我活了，他死了我活了，你死我活，你死我活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这难呐，难不难？难不难？不难。谁会信你死我活了？这叫你死我活的斗争，这就叫战争，这就叫什么征战？你死我活的斗争，谁死谁活？肉死灵活，我死基督活，这不是我的，他。你把这个我当成他，就容易了。你要不把这个我当成他，你总觉得。我没死啊，我还活着，怎么说我死了？因为我还吃饭还睡觉，你别看睡觉吃饭，别看这个，就把它看成是死的，行不行？行。可以不可以？可以。接受不接受？接受。你不接受也得接受啊，他就得这么信呢，你不这么信呢，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啊，就这一条路，这就叫死而复活，死了才能复活，对不对？你不死怎么复活呢？是不是啊？是。好，再看啊，向我开始死，我已经死了。再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。好，这是死，已经告诉你宣告死了，找到吗？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，不要彼此说谎啊，不是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哪里啊？神里。现在谁是我的生命？基督是我的生命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已经是发生过的事，未发生的事。你说这样没死，我这不还在这站着吗？哎，这是谁的信仰？夏娃的信仰。夏娃说：“你看，耶和华说，吃完分明三个数就死了。你看，这不都没死吗？我吃完了没死，亚当吃完了没死，光吃身肉体了。
看见自己事实露底了，这没死没倒地啊，死不死不一定就得倒地上才断定他死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死是什么？因为什么死？已经死了，就是我现在已经在罪上已经断绝了，跟罪断绝了那个死。那么在生命上死也是跟生命断绝了，这两个断绝来断定他死没死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我把一个树嘎的拉掉了，掉下来那枝子掉下来，死没死？死了。死了。干没干？没干。没干。还发青呢，当时能干吗？你不信你上麦试试，你把那豆路旁的树脚下一个枝子掉地下，可能是一天两天它都不干，还是绿的，对不对？看着是绿的，死没死？死了。因为跟什么断了？跟那个主那个树干已经断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把这葡萄树你摘下一个枝子来，你放到地下，你看那什么树能干？看着绿，有人就看着绿，这没死，这还绿呢。绿是绿，它也死了，断了，对不对？根源上已经断了。我们今天是，它是渐渐衰微的，所以救人渐渐衰微。但我要相信它已经死了。为什么死了呢？因为基督死了，所以它就死了。万有都包囊在基督里的，基督一死了，那就万有都死了，包括我死了，世界死了，罪也死了，凡旧的都死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是结束一切旧的坏的东西，都在十字架上结束了，旧的结束了，坏的结束了，不好的东西全部在十字架，他接着气断了，血流出来，全部结束了，全部死了。你听清楚了吗？基督的死是结束一切，基督的活是开始了新的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什么？新的。耶稣复活是开始新的，耶稣死是结束旧的。那旧的在你里面结没结束？结束了。旧约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旧人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旧事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旧的律法规条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世界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撒旦权势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黑暗全是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一切旧的，一切不好的东西，借着耶稣的死，他的气一断，血一流出来，都结束了。你能信得来吗？能。你说我信不着啊，因为我没看着死，所以那是多马的信仰。多马那么信的，我非看见，看到他的肋旁，摸到他的钉痕，我怎么不信？多马这么信，你是这么信吗？是。你要怎么信呢？他怎么说你怎么信，是吧？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我也死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也死了，活着的已经不是我了。谁活着？基督。你能这么信？我告诉你，你信的漂亮，信的高。这信心也是主给的。你没有这样信心，你可以向主求。有人将未尝死死位。没有尝到死位以前呢，必看见神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，要看见神的荣耀。你还未尝死位呢，你愿不愿意尝死位啊？你不用尝死位，信死了就死了，不用尝死位了。信死就不用尝死位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将来耶稣来，直接改变你身体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是借着信，你死只能死一次，不能死多次，对不对？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前，必看见神儿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你信不信？信。没能尝到吗？你愿意怎么信？像以诺那种信仰啊，还是像有许多的人那种信仰，就我就不相信死。法利赛人那种信仰，是不是？还有撒都该人的信仰，不相信死人复活。你要哪种信仰？以诺未尝死，死位就见着神，就进入被活体了。你要哪种信仰？被活体。以利亚没能尝到死位，就被活体了，活就该改变了。要哪种信仰？是要今天我就相信我已经死了，还是等到死那天我就相信我死了？今天就今天啊，就在今天。他死了，那我不死，我是他的。他死了，我不死，怎么？万有都是借在他造的，那是希伯来书说的。凡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在他造的。他是万物都是借在他造的。那他要死了，那我就死了。因为我也包括在他之内了，是不是？母亲怀着孩子，
母亲一死了，孩子死没死？死了。你还不明白啥意思？因为鱼呀、啊，满肚都是鱼子，那母鱼死了，你说那个子死没死？死了。这不很简单吗？简不简单？简单。这很简单，很简单。耶稣死了，万物在他里面都定死了，世界都定死了，我也定死了，罪也定死了，黑暗权势定死，撒旦权势都定死了，律法那些规条规规条条全部定十字架，都定死了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好，那像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已经死了。好，咱们再看，再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，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，是不是啊？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，这个少许就是归入基督死，归入基督死怎么死的？第一，像我死，我已经死了，对不对？从我开始死的，我已经死了，现在活着不是我了，我没有了。下面说，连肉体，连肉体的邪情私欲，同钉在十字架上。肉体哪去了？肉体里边装的邪情私欲哪去了？好，二十四节看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，已经是什么意思？已经是发生过，是未发生的事情。过去世是现在世，是将来世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，同没同钉？同钉在十字架上，跟谁同钉的？跟耶稣同钉，同钉了。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定上，还有没有邪情私欲了？没有。哪去了？定死在十字架上，都通定在十字架。你信得来吗？信得来。你说我这里还有私欲，你别凭看，你就凭信，好不好？你凭看你也制止不了他，你就凭信，上帝就叫你凭信。神今天考验人，就考验信的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。那你相不相信肉体连肉体邪情私欲通定在十字架上，已经完事了？肉体完事儿了了，了结了，邪情私欲也了结了，肉体死了，邪情私欲也被定死了，信不信？信。别凭看，要凭什么？信。信就是凭信，你的信就救了你呀、啊，就按着你的信给你成就，谁能信就给谁成就，谁信不来就不给谁成就，这就是灵界的事情，照信给成就。好不好？好，就这么信着就对了。发现了我没有良善，还叫我在那活着。现在是什么？处决我，枪毙我，借着和基督同钉十字架来枪毙我的肉身，叫我的肉身和我的肉身里面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，叫那个老我都钉十字架，行不行？行。愿意吗？愿意。这种信仰救人啊，咱们是怎么信的？就这么信的。世界上那些人靠肉体在这活着，佛教靠肉体活着，伊斯兰教靠肉体，还有道教靠肉体，法轮功靠肉体，那其他的那些个邪教都靠肉体啊，他们都靠肉体修炼，就唯独基督教和他们不一样，就是不是我活着，基督住进我里面活着，这是生命在活着，他们是肉体在活着。他那个物质界在那活着，物质的肉体在活着，我现在是物质的死了，现在是灵在那活着，这就叫属灵的生命，这生命就是永生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么活着。好，咱们一同来闭目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阿们，感谢你施恩给你自己的教会，阿们，感谢你使用你自己的仆人，阿们，借着他的口将你的话语讲说的
清楚明白。主你必继续深给你自己的教会，让这几天的聚会一直都交托在主你大能的手中，求主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成就，保守弟兄姊妹的心灵常在主你的话语中间，常在你的爱中间，使我们能够把这道持守到主你来的日子。因为你说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完全凭着信心仰望主你的应许，我相信你的应许必不落空，求你继续的施恩给你自己的教会，把下面一些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里，求主你借着这些时间继续的来供养主你自己的众儿女，赐福这个接待的家庭，赐福这里的每一个工人，赐福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使他们都在真道上能够同归于一。应允我的祷告，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们。好。